我的人生你来演，换来无心的欺骗，以为幸福痴情由我无改变。花心美丽的容颜，无人心疼的可怜，以为爱情不在天边近眼前。心在笑颜，心无半句的反悔，那惊千年的修炼化作一尊烟。为着来生再相见，不惊无情的轮回，阮夜夜梦，也要爱你千万年。心在相言，心无半句的反悔，那惊千年的修炼化作一尊烟。为着来生再相言，不惊无情的轮回，阮夜夜梦，也要爱你千万年。小姐，你出院啊？是啦，我阿妈要。是安怎？你要一出院就来阮家啊？你应该袂认为阮甲你同款，会偷偷搞阮大遐藏起来，让你找无人啦吼？德胜想要关心我，自然就会出现伫咧我的面头前，唔惊恁藏。你到底来这想要创啥？来这甲话讲互清楚。德胜失去联络，恁一定拢认为是我咧主导的，所以联合一挂人伫咧病院调查我，这让我感觉足无受尊重的。我希望恁以后唔通阁安尼做。我的要求无过分吧？真合理。安尼我就当作大家拢答应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你想要听到的话啊，那呢我就不爱请你坐啊，我送你出去。哎呦，夏小姐，我一讲要送你出去，你就开始假鬼假怪，唔通安尼啦。珊珊，对人客爱有礼貌，你是不是咧变囝？珊珊。你添一杯茶来，坐落来休困一下。拄有心的人拢会安尼啦，豆豆仔就惯死啊。有较好无？有，德胜。阿小姐，你即摆有心哦，唔通拢家己一个人啦，上好甲亲戚带做伙啦，看因敢会当哦，我都照顾你。我不爱互人绑掉的，我一个人应付会过来。志明的下落，你就是夏英雄清楚。你说坚持讲，伊不知影。既然安尼，咱更加免去放过莹莹这条线索，和莹莹搬入来这厝住。莹莹，你是不是要考虑看卖，我过来跟阮做伙住？你是安那安尼问？你有心啊，需要人照顾。既然志明离开，讲伊需要冷静，我若是甲你顾好，伊就免烦恼你，就会当好好思考这件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你照顾我，德胜嘛不知影。这不要紧啊，
这是我对我的翁婿的一份体贴。爱屋及乌哦，哎呦，大嫂，你无需要做甲安尼呐。我因病倒来时阵，阿妈有提起，讲是毋是互你大力来这件代志？假使你大力来，阮大家嘛较安心。你认为呢？家的人表面笑笑，啊，不过是想要准备一家人啊，等那个法官入来。啊，不过官也是会当趁这个机会，甲林家的人甲关系无好，这对我甲德胜的感情有好无歹。考虑了安怎？你讲的嘛唔对，我嘛应该体贴德胜，甲家己顾好。那呢，以后大聚会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啊。佳宇，想袂到你这么紧就认输啊！啊，对啦，那夏小姐已经有心啦，你想要动嘛，无我就动啊。明珠，厝内有人家己的，你讲话较客气。是啦，我应该讲吼，志明有去种着清凉的优良血统，维持咱林家吼一家两房的家风。啊，是讲嘛，你嘛讲唔对呢？咱夏小姐吼，唔是人客，是家己人，伊巴肚内吼已经有咱林家的骨肉。请问你要怎称呼你？志云叫我阿姨啦，你应该叫我大哥。以后志云欺负你吼，我会替你做志工的。妈，你话讲唔对啊，大嫂袂欺负人啦。伊欺负我的时阵，你无看到啦。夏小姐，以后我叫你莹莹，安尼好不？好啊，啊，差不多时间吃点心啊呢，啊，无咱来吃水饺好不？这是林家新妇要进门吼，应该知影的规矩啦。哎，我会叫佳云吼，甲珊珊传予你吃。我捌代志，我讲要吃水饺，伊就知影要摆碗碟。无放碗碟哦，等一下吃水饺是要用手。人莹莹即摆大姓大名呢，我叫伊坐麦丁当，伊就讲歹势啦。你看，人偌乖呢，这个是家教好啦。你莫看阮妈一直甲你维护，就当作伊是好人。正前阮大嫂有心，阮妈爱伊透中头去外口捡豆啊，无甲阮大嫂分分去啊。阮妈避孕哦，比滑平板搁较紧啊。你上好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要住伫咧遮？地球是很危险的。迄是佳云毋捌代志，我是你家。哦，听着即句话哦，你着爱愈细意哦。水饺来啊！吃水饺唔通废话啦！妈，你食看卖，口味有变无？这乖哦，还未吃水饺，就知影做新妇的气功哦。阿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佳云，你讲我莹莹听，恁家新妇就敢做饺皮同款，做新妇的就爱甲一家人当作包水饺同款包安安。爱讲
顾这个家的感情。是啦，这是做人家新妇头一项功课。安尼你了解啊？吼，莹莹，以后这间厝吼有啥物不了解的所在，你就问佳宇啦。啊，恁两个爱较好诶，安尼这间厝吼就会较好啦。明珠啊，你吃些物件，话一直讲，莹莹也歹消化。妈，啊，莹莹这么大心大命，伊真紧就消化啦。你应该烦恼哦，是佳云吃不落去啊。咱请莹莹来住，是希望莹莹照顾伊。你讲到秘书志明已经带离房啊，啊，你对佳云跟莹莹拢真无尊重。我拄则无讲啥，是咧替你老面子，你唔通愈讲愈超过。妈。是不是超过吼？遐看志明最后娶几个才知影啦。啊是讲吼，我话讲正经啊，万一较早互佳云有一个心理准备啊。若是伫这间厝住袂落去，万一学大姐去山顶修行啊。啊大姐吼，即摆已经是一个修行的人啊啦，应该有法度把伊心不开破。我为何你让我嫁婆？我真感谢阿姨的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你因为我，甲大家不甲无欢喜。啊，若无哦，我会足歹势伫咧遮住落来。真乖，这话吼我听会落去。这汤我啉啊啦，你就好好啊伫遮住落来。这汤，这汤是我煮的。你们想要找机会骂大嫂？这汤煮了袂歹啦，只是无够烧啦。佳云，你朋友内底吼，该汤我烧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迄莹莹吼，啉这冷机机的汤，对囡仔唔好呢。这汤明明就烧的啊！妈，你是无找工课，大嫂就唔甘愿的心。无够烧就是冷，怪到要怪吼！你伤早把汤捧出来啊，害恁大嫂一顿饭拢无法度好好食。好啊，那安尼我来负责，敢会用钱？大嫂，你着坐咧好好食饭。过来倒三工。唔慢啦！敢有啥会当给我换？哦，你叫我去楼顶。妈，拢你啦！你看你啦，你也是较主动，莫有生产鸡婆，一顿饭哪会食到呢？你好好反省啦，莫予人讲哦，嫁入来遐尼久哦，阁毋知影规矩啊！快去吃，你坐啦，等下我再叫人吃。你最近有较瘦，加吃一挂，补回来，唔通让志明回来哦，袂认得你啊，知影无？夏小姐，歹势啦，我拄只真正唔是故意的。不要紧啦，莫甲我回失嘞。你愿意甲衫借我穿，我已经感觉足欢喜啊。我替你拿衫哦，摕去洗啊。好佳哉，人多先生无发现这条破链。
阿嬷，豆豆行。阿嬷，你药还没吃完啊，我等下去替你提药啊。没有啦，等你珊珊后陪我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再来领药啊就好啊啦。即马吼，陪我留喺楼骹啉茶啦。我哪里家？阿妈，搁会听无？你确定唔免去病院检查？唔免啦，小可断着尔啦，无去伤着筋骨啦。我甲知吼，嘉云平常时啊，常常甲我提醒爱保养。我这個老骨头还佫真勇敢啦。等下吼，药啊抹抹就无代志啊啦。妈，迄是你福大命大呢。若是有啥物万一，迄是要安怎？妈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我安尼讲敢有唔对？无啊，你是你怪我，若毋是嘉云。你阿妈哪会伫楼梯跌倒啊？明明知影厝内面有事大啦，破人阁有白蛋，害阿妈受伤。好佳哉阿妈人无安怎呢？啊，若无嘉云，就是咱林家的罪人啊。莫安尼头咧咧啦，阿妈无代志啦，哈。是讲大嫂，你迄条破链，毋是伫咧饭店碰见的，哪会雄雄出现伫咧咱家的楼梯啊？唔对了，英英，啊，为啥你的破链会来世界饭店？歹势，你敢有伫咧遮看到一条落去涂骹的破链啊？无呢，我无看到什么破链啊。伫个饭店碰见呢，吼，你嘛较拜托个。敢讲迄破链家己生脚，家己家底也浪倒，让阿妈受伤。我看林嘉云哦，拢无确定是毋是伫饭店碰见个啦。我真确定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也出现伫个厝里。你根本就是你辩解啊！我真确定大嫂迄条破链是伫咧饭店碰见的，我记得真清楚，因为迄天大嫂的破链无去，伊足着急的，伫咧饭店内底找足久的。哦，安尼哦，阿嘉云，你敢有把监视器调出来看卖，到底是安怎？明明伫厝内面找到的，佮讲伫饭店。嘉云啊，佮看哪讲，你嘛是饭店的主管，这话传出去吼，人会讲你凉官。你后边哪教你下骹手人做代志啊？阿姨，你莫安尼怪嘉云啦，我想伊一定不是条狗，以后较细腻就好。这免你提起啦，阮大嫂一直拢足细腻。哎，嘉云啊。啊，是你对莹莹无欢喜啊！啊，你歹势举起来，所以赛性地物件我袂等。我无，我相信嘉云不是这款人啊。好啊啦，我平安无事，这件代志都无需要搁讨论啦。我要起来休困。妈，我陪你去。妈，是安怎啦？明珠，是安怎想？我袂当让人知影我去抓郑婷的代志。无啦，我无安怎啦。妈，我陪你去休困啦。阿妈，慢慢行。阿妈，我嘛陪你做伙来去楼顶。
做，迄、那个夏莹莹就把给阿妈甲阮妈的，你叫伊一摆大，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啊！我感觉迄个人哦，绝对无简单啊，你家己也较细意。安尼等下，我即马请伊听电话。喂，电话转去啊！我讲库房迄边的粉剂哦，线路有问题，一定叫人来修理的，阿可一直找无原因。爸，江司令。爸，啊你是走去倒位？我才打电话给你，你拢袂接。要不然你出去行行咧，你来向来我的办公室。有我甲建华，想要招你做伙去食饭啊。哦，恁去食咯，我无胃口。你无胃口？啊，你拄仔是去倒位啊？嗨，无去倒位，才敢伊问。会当让你心情这尔不好？除了哥以外，无别人啊！你拄仔去找哥。啊，你有看到伊啊？无。啊，你无看到伊的人，啊，你即摆是咧气啥？哼！我若看到伊安尼甲伊聊两句啊，我还佫无算讲白了时间。偏偏爱着刁工咧闪票啊，无要教我见面。明明人伫公司就点了假无用。啊！就叫一个员工呢，凊彩来应付我，实在是有影啊！爸，你拢走一撮，果然安尼啦。啊，算哪条敢要气我？做老爸安尼关心，咪想要甲伊见一下面，伊就当面安尼假鬼假怪。伊无体谅讲我是伊老爸，无嘛体谅讲我年岁遐尔啊多啊，讲一下歹听嘞，佮见我通见几摆面啦。爸，你安尼讲啦，你的身体保养到这尔好，一定当食百二啦。我哪敢会当食到百二哦？伊就准备要甲我气到百死啊！讲遮尔讲哦，我今仔去哦，也毋是完全讲讲拄着歹啦。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去恁哥的办公室等遐等，等几波拢等无人。要一个员工也袂歹，伊安尼甲我招呼了真好，用点心互我食，还佫安尼陪落安尼来教我一个开讲，啊嘛安尼一样替恁阿兄安尼讲一挂好话互我听，看伊个形哦，敢袂错哦，真惊我对恁哥袂谅解。爸，有可能是哥叫伊安尼做个啊，啊这就表示哥伊也是足关心你个啊。你哦，唔免替伫咧讲好听话啦，心肝无遐尼啊好啦。嘿，那以我咧看是迄个查某囡仔吼，早讲我甲恁哥袂合，所以才会陪来甲我开讲。啊，一尾啊，看我坐无啥会调，哇，伊啊真紧张呢，一日拍电话叫伊转来。员工敲电话叫总经理转来，啊，伊遮尼假哦。我的感觉安尼嘛拄啊好尔，啊！若讲采就恁哥哥迄款个性哦，袂用伤过生意啦，啊嘛袂当讲啥物代志当拢顺利，有时啊当甲歹两句啊，伊就毋敢揭晓啦。这种家暴的操作，除了吴家文以外，无别人啊。爸，你即马是咧讲哥的迄个员工，还是咧讲哥的女朋友啊？当然嘛是咧讲员工。是讲，那是女朋友，安尼愈讲嘛愈对咧。听你安尼讲，敢那愈讲愈有影哦。爸，迄敢真正是哥的女朋友啊？你看哦，哥平常时啊，拢咧拼事业，足无闲的，根本就无时间去认识别人啊。无听着，伊甲伊的员工日久生情，乌白人咧讲啥物办公室恋情啊？我本来在，就是讲，那参像你安尼讲，
嘛未歹咧，算讲哦，有人替我出气啊！安尼哦，就参像你讲的啊，今日哦，嘛无全部拢是真歹代志啊。爸，你今日哦，爱加交两碗饭啦，来，行啦，跟我甲建华哦，做伙来去食饭。好啦好啦，不行。咱先落去开车，我当处长先休困一下，等下就当做去食饭啦。嗯，爸，我甲建华先来去开车，车若开出来，我才敲电话给你，伊才出来动门。嗯。不行。嗯。以后哦，那恁爸爸国讲到迄个王刚的代志。你都要较注意。是安怎？王刚若想要伫个头家的面头前求表现，就参像伊安尼热情招呼恁爸爸，然后这个人哦，一定会想要伫个恁哥哥面头前讨公道啦。啊，不过照阮爸讲起来，迄、那个王刚应该跟阮哥足好个啊，啊，伊就会知影阮哥跟阮爸的关系并无好。啊，伊若是想要巴结阮哥，伊应该是袂操阮爸才对啊。爱巴结头家，无需要去针对头家爸互伊歹面手看啦。嘛对啦。啊，佫有啊，拄到迄种无惊正路的员工哦，一定爱较注意，毋通替伊讲好话。以后你爸爸若佫讲着这個，兴头来你爱互伊较冷静。若无，伊真正是了无注意，牵生一大感情，咱拢毋知影，佮厝内引来甚物款人呢？啊，阮爸凊彩讲这個，啊，你是安怎想到这样？咱以后就是一家伙啊！我看到无正常的状况，当然嘛爱想较远的。你想要跟我变做一家伙啊，就爱先跟我结婚。婚礼若是要办较顺利，你就爱先处理你前某的代志。啊，你处理到安怎？我已经伫咧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处理啊！你搁花一寡时间啊！家己的代志拢想袂好，别人的代志就想到这尔远去。你即马是无想要跟我结婚啊，是无？当然唔是啊。好啊，等下要甲恁爸爸做伙食饭，莫想遐无欢喜的代志，吼。行。吴嘉文，你明明就知影我无想要跟阮爸讲话，你煞伫敲电话给我，安尼影响着我做代志，影响着我的工作，你敢知影这有偌严重诶？哦，我着看恁爸爸一个人伫咧遮等，看了真唔甘嘛。啊，搁再讲，我是较去我办公室。你搁继续爬吧，安那？你叫是你家己安尼，真古锥，真巧心。我甲阮爸的问题，若是安尼简单着咱解决，早着好好啊。敢需要你来解决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今日安尼做，实在是足不尊重别人诶。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唔敢阮爸？你敢知你安尼做，伊有可能更加无欢喜。你莫叫是讲哦，别人的性格是咱咧凊彩大道理着咱解决的。你的头壳哪会想代，你想到遐尔简单呐、啊？是嘞。你想要做我甲阮爸的和事佬，煞做无成，够好人嘛？你袂感觉少委屈啊？袂啊。有啥物？你之前为我出头，去予阮阿安尼乌白无赖，把你行情拢拍歹了了，若甲你比起来，我一点仔委屈哪有剩下？哎，哪会话你甲我回室内啊？你家庭出问题，即摆应该是情绪上歹的时阵，你煞遐尔，煞遐尔坚强，继续来上班。我这个做头家，应该鼓励，煞毋家己的问题治病，互你忍受搁较侪。你安尼讲，我一点仔都袂感动，敢会当莫去讲我的代志啊？哦。嗯，那安尼我先下班了，拜拜。吴嘉文。嗯。我敢袂当请你食饭，甲你话实的啊？
好，你啦。哎，怎么点好啊？哎，时间慢慢的，再搁请人吃饭合适嘞。做头家拢安尼哦。是因为我唔对，搁爱解释做头家哦，感觉惨惨嘞。早哪知哦，我着啥物拢莫讲，伫遮带你等下办公室，甲恁爸爸见面。安尼哦，你毋来当省一顿，我嘛毋免叫骂。我问你啦，阮爸伫咧办公室时阵，敢有甲你讲啥？逐摆若讲着恁爸爸，你着气噗噗。我哪敢有白讲恁爸爸？你若真正想要知影啥，你着直接去问伊啊。好，我莫问。是讲哦，伊伫我的办公室遐尔久，你敢有互伊啉水还是食啥物件？毋是讲无爱问，我是想要知影你是安怎招待人客，你有义务爱回答我。嗯，你安尼讲嘛对。徛伫公司的立场，你遮尔讨厌你的爸爸，所以我当然连一杯水拢无互你。一杯水拢无，安尼伤死你啊！啊，不过我有请伊食蛋糕，佮有啉咖啡。几岁的人啊，佮予伊食蛋糕？你放心啦，迄蛋糕我特别见过，是低糖的，而且无奶油，所以阿伯伊食蛋糕、啉咖啡，食得真欢喜。真是的啊！真是的。你这个人真正有够奇怪。明明就很关心家己的爸爸，啊，搁卡哪就唔肯去甲伊讲话。恁两个到底是咧无欢喜啥？就甲你讲，莫管厝内底的代志，搁问。嗯，莫问莫问，较免等下啊，搁互你讲我食饱想。是讲你咧？管哦。你出院以后，敢有去找恁翁？我唔是甲你讲，莫问我的代志，你袂记得啊？歹势啦，我最近哦，想要关心你啊，关系啊，看到你哦，就想要问，你就当作我无问好啊。好，蔡总来，请吃。哎，总经理，你点这么少的菜，敢有心要甲人分食嘞？少。我已经有加菜啊！加菜，加几多？你吃啊！我平常时哦，一个人吃，那我可能吃遐尼啊多啊。一个人吃热炒，你是边缘人。我下班了遐尼啊晚，就存热炒店，无要吃热炒，是要吃啥？嗯，今仔日哦，阮爸爸佮问我讲，你是不是有正常吃饭？伊若知影你食饭的时间遮尔啊无正常，佮食遮尔少，伊毋知有偌烦恼。莫互知影，伊就袂烦恼啊啦。欸，应该是讲你爱食好较营养的，安尼伊毋才袂烦恼。欸，无安尼啦，还是以后我替你准备便当。你要创啥？遐尔好，安那想要下毒吼？安那想要报复我，因为我甲你骂。是因为我一个人煮饭歹煮。我就是替你准备一份便当，安尼我要煮啥嘛较方便。多谢，啊唔过免啦。你今仔真正甲你下毒个？无啦，公司附近哦，卖便当的遐尔啊多，食便当就好啊。搁再讲，无想要徛恁认真。哼，你的个性就是安尼啦。人要对你好，你又搁今仔欠人认真，无怪你甲恁爸爸袂合。我甲你讲哦，莫搁讲着阮厝内底的代志，啊，你互相伤害心来啊，恁吃啦。啊，请留下电话啊，我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这是啊，语音信箱。请留言。林清流，你可以万别接我的电话啦！我郑庭海，我受伤，我差点对他断音。你一点都无要无紧，明明是你先对不起我呢，你竟
竟然阁唔敢接电话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绝对袂放迄个查某煞。你若阁唔接电话哦，我甲林家的厝尾顶壁柜我拢夹啦。上啊！阿姨你好，我是莹莹，我敢袂当入去？你来啦！阿姨，这是我专工替你泡的热花茶，请你试看卖。啊，袂歹啊！这是我上爱的花茶，搭配另外吼，我拢会感觉心情足好诶，所以就想讲，请来试看卖。遐济啦，徛来歹讲话。多谢阿姨。你今仔日阁要搬入来住？既然我甲德胜。是啊，我叫德胜，叫到足惯习啊，一时改袂过来。我是讲志明，既然阮已经有囡仔，总是爱回来，好厝内底是大人会当安心。唉，我真了解你的无奈啦。那是会用的，向往伊做感情世界内底的第二啊。可是你掏心掏肺了，你查甫人的心肝来，永远是第二。我甲志明是命运创敌人，只会当讲，阮两个人的缘分足深的，才会行到这步。我甲你讲一句老实话啦，虽然我看吴佳云真无顺眼，啊，不过伊甲志明的感情吼，确实真好啦。那是吼，当志明恢复记忆哦，我惊你也是一张空啦。哎，莹莹，可能我甲你有缘啦，所以我提醒你啦，莫想要用巴肚内的囡仔吼，甲查甫人把握掉啦。你若真是要甲吴佳云平起平坐，你阁爱趁志明还袂恢复记忆之前。把伊的心拔过掉了，啊，若无，就算你有囡仔，咱吴佳云嘛有啊。我是用过来人的立场来苛刻你，莫甲我同款。名不正言不顺，一世人哦，拢唔甘愿。多谢阿爷提醒，啊，不过我即马无想遮尔啊多。我就想要安心把囡仔生落来，其他的代志，等志明把心情整理好后，回来了后，阮会做伙面对。厝内底的代志已经有够多啊，我无想要造成搁较侪麻烦。安尼真好啊，你有想法就好啊。我阿姨支持我，我就感觉。袂孤单。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，何德胜一定想袂起吴佳宇？你就是德胜跟吴江源的宝宝。你是要创啥？啊，什么？
房子不哭不哭啊！大嫂，你哪里开？这不是你的房间，你哪会当凊彩一摆？搁无经过同意就抱别人的囡仔？我只是听到有囡仔在哭，所以你来关心一下。珊珊，无代志的话，大嫂，你就是想好讲话啊。小王子拄到无熟悉的人，会看到搁较严重。搁再讲，现在病毒传染得很快，小王子搁遐尼细汉，免疫力根本就无够。像昨伊刚有迄，我有洗手，而且我嘛是一个得要做买卖人，这方面我嘛就注意。搁再讲，任何人有听到囡仔咧哭，拢会想要来安慰啊。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假报。因为小王子一定是感觉到，从今仔日开始以后，阮家的气氛会开始怪怪，所以才会哭到遐尼凄惨。好啊，珊珊。哎，那有帮啊？阿内家的小王子，哎，哦，哦，啊，你啊！哎哎哎！歹势啊，啊，我着想要拍帮啊。啊！你无说伊跋倒，不要紧啦，是我家己无注意，无代志就好啊。夏小姐，你歹势哦，啊，阮小王子要休困，爱请你离开。哎，珊珊，你袂对伊影响哩无礼貌呢？马上是你阿嫂啊！我才无爱这款神经遐尼大的人做我的阿嫂，伊无资格。哎，珊珊，你是食了嘉允给你的胡阿水？逐摆为着伊，你拢对我歹声嗽。我拜托你，你敢会莫为着嘉允甲你老母冤家啊？敢讲我伫这间厝，阁无够委屈，阁无够无耐心。阿姨，珊珊无这个意思，你莫生气。搁再讲，囡仔嘛爱困中昼。无啊，你即摆是赶我出去？唰唰去啦！我病倒伫遮，甲你急去啊！你是无听到阮小王子要睏中昼，还是你爸将别人物件惯死啊？是嘞。珊珊，我知伊是要替我出气，啊，不过我就是看袂落去，迄个夏莹莹咧假无辜。大嫂，以后你的幸福由我来守护。阿姐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阿姨，当初多谢你。唉，伫这间厝吼，要徛豪宅吼，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啦。吴佳云人真巧啦，伊入门了吼，就知影要甲阿嬷的心吼拔骨掉啦，所以你爱想办法，让阿嬷甲你当作家己人。多谢阿姨。我会尽全力让阿嬷认同我，啊，不过珊珊敢若对我有足大的误解。哎，迄个吴佳云还袂入门进前吼，佮已经甲珊珊的心买收起啊啦。所以我伫这间厝吼，大家有敢若新妇同款。阿姨，你辛苦啊，家己的查某囝无徛伫家己这边。心内一定就受伤的，这个是咱做离房的悲哀。离房，可算咱是离房吼，嘛免常常互人欺负啦。你莫看珊珊吼，已经嫁翁啊啦，啊，不过伊真囡仔性，只要你好好经营甲伊的关系，甲伊邀过来你这边吼，你就有赢面。刷落来。最重要的就是阿嬷，
我知，我会更加友好阿妈，会和阿妈到这边回答。无喏，跟他友好哪有够？你也跟阿妈的心毛聊聊。阿妈在这间厝内底哦，佮跟他天共款，连志明伊老爸哦，拢真尊重阿妈呢。只阿妈接受你吼，别人佮无话通讲。别烦恼，时间若久吼，你就知影要安怎做啊。我了解啊，阿姨，要伫这个大家庭生活，真正就无简单嘞，阿玲真正辛苦啊。我想你一定就爱志明的爸爸，才会当安尼坚持落去。就算搁较爱啊，人无阿多感受，嘛无路用。阿姨，你这样尔好，我相信志明爸爸嘛一定就爱你啊。啊，那无你哪会这样这个家生活这样久啊？不一定哦，你莫参像吴佳云同款啦。大家哦无代无志吼，佮家画来画去就好啊。那诶，阿姨，你对我这样尔好，我一定把你当作家己大家来尊重。我添一杯茶来喝你啉。吴佳云，今麦有这个夏莹莹来治你，看你还阁有迄个时间来管我的婴儿事无？辛苦，来，点一杯咖啡。哇，唔免我讲，你就知影我爱啥。看起来，咱一面默契是愈来愈好。来啦，这是我替你准备的下午茶，我你补充体力。多谢阿叔。这有啥物多谢？是我先要甲你说多谢。较早我们常常秘伫车内底徛卫兵啊，一徛就是几工呀。即摆有你甲我斗相共，真正轻松袂少。无啦。会用斗三工就好啊，不过你调查迄个江宏杰，唔知伊最近有想要做啥物歹代志啊？若是有独家，你也好啊。这部分，歹势，我无得甲你讲。我若真正有独家，绝对会甲你讲。这个小三，啊！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叫我给你回信嘞！哼，你困懵困要喊眠啊！我无可能给你回信嘞啦，袂嘛是叫你爸母来啦，来创啥？因为你偷人的翁婿啦，因为伊喊慢嫁囝啦，更会跪落来给我回信嘞啦！笑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去到安尼？迄、那个袂见晓的郑婷啊，竟然敲电话来，叫我甲伊回信的啦。哎、欸，伊是偷甲歹去是毋？伊抢我的红色，竟然叫我甲伊回信的。吼、哦，这个世界是无天理啊是毋？对啊，伊嘛真正足奇怪，伊是安怎爱你甲伊回信的啊？伊凭啥物遐尼嚣掰啊？就是，参像这款人吼。让伊受一点仔伤，让伊淡薄仔假死啦，叫我甲伊回信嘞，哈，笑死人！妈，你甲郑婷拍着伤，啊，伊即摆人嘞？伫病院啊，他偷人，我伤人，拄仔好尔。英子，你来甲人拍到去大病院哈？对啊。伊即马是偌严重啊！伊想要创啥？伊敲电话来呛声啦，讲我若无回信嘞吼，伊就要告我。好啊，来啊！伊嘛提刀要甲我害呢，要告大家来告啦。伊的单，伊就表示足严重诶。哎呦妈，你哪会这样冲动啦？
既然正廷看到来，就表示无想要甲这件代志闹大。阿姨，我看你去甲伊回一下。无可能啦，我替你走一转。无需要啦，你老爸不出来吼，让伊家己去处理啦。迄个正廷哦，若是搁较早的乱吼，看是要钱啦，还是归去啊？家己这个人处理掉啦，这件代志无啥物好讲的啦。明珠，你哪会晓讲这种话？妈，你好心对不起我呢，我叫你去处理，有啥物唔对啊？阿姨，你莫生气啦，也是这件代志交我来处理。大嫂，你莫去啦，啊，即卖流感足严重诶，医院草木皆兵，你最近遐尼忝，免疫力低，还是爱较细意诶。是啦，我看吼，直接派律师去就好啊。阿嬷，我看安尼无妥当哦，也是我家己走一撮较好。大家见面还佫有一点仔情分啊。啊，毋过若是派律师过，就无抽提议题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较谨慎的。妈，你是安怎大概拢要安尼啊？做代志进前，拢无顾虑到后果。即摆啊，爱赶紧让这件代志平静落来，免去伤害到人家，这是上要紧。我是无再请你去啦，啊，不过嘛只有尊重你啊。去到病院的时阵，你还特别注意呢。毕竟厝内底还有小王子伫的，假使若是感染着，迄就无好啊。阿妈，你放心，饭店嘛是逐天人客安尼出出入入，我嘛无代志啊。好啊，看你遐尼爱出头，无你去啊，我看你有外高啊。一拜。那也是你啊，姚明珠嘞。我是代表阿姨来的，这给你保养身体。我看姚明珠一点仔生意都无，想要来搞回事嘞。我阿姨拍人确实唔对。啊！不过你介意别人的婚姻，你敢拢无感觉家己有错误？我有啥物错误？是姚明珠家己憨笨，翁婿心拢挽袂牢，这是要怪谁啊？大家偏偏拢是查某人，你敢会当徛伫个别人立场想看卖？假使今日是你翁婿去互抢去，你阁有啥物款的心情？我请问一下，你今仔日是来甲我会心的，还是来教示我呀？我是来考劝你的。莫甲阮阿姨遮面冲突，若真正搭起来，你是真无办伊的。那安尼，你甲姚明珠同款，拢是来威胁我的嘛？我毋是来威胁你的，我是来提醒你，这件代志是你引起的。若真正闹大，你啥物好处拢无。啊，不过这口气我就是吞袂落去。你若是要来讲公道话，迄天你明明亲目睭看到姚明珠派人要甲我入去关起来。这件危害到我的人身自由安全，敢讲你认同这种犯罪行为？这件代志确实是我阿姨唔对，我代替伊向你回失的。唔免，我就是爱姚明珠亲身来甲我回失的。啊那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微信对我甲嘉文的代志，已经愈来愈无耐心啦。我一定要甲安达好势，若无后面一定会出问题。雄雄足想你，我七点伫个双城餐厅订烛光晚餐，等你哦。我李建华，建华那样约我吃饭，而且这一点啊，就无亲像伊最近对我讲话的口气。
刚才嘉文没拍回简讯，要不这声就害了。建华一定是因伊前某的代志无处理好势，毋才想要安斗。看我的心情，到时若想要去，我就会去。为什么伊把讯息收回去啊？卡斯毋是要传乎我，伊是要约什么人食饭？敢讲建华有女朋友啊？起来，嘉文，我看到一通简讯。总经理这个时阵出现伫个家，刚刚建华约的人是伊。建华竟然敢迟到！喂，你总算是接电话啊！你到约七点吃饭，我俩准讲是你七点的时阵会在遮等我，啊，叫我即马人来到遮，煞看无你的人。我跟你讲哦，真歹势啦，我雄雄发现我订唔到餐厅。你来遮糊涂啊，连这你嘛会当做唔对。真正做失礼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先行出来。我就伫个外口的巷仔口遐等你，咱赶紧去我原本订的迄个餐厅啦。好啦好啦。建华的总经理才入去餐厅无多久就走，扫扫去，我还是搁伫遮等一会，等建华出现才讲。姐姐，我都要啊。
为什么建华的总经理会向阳离开？建华嘛无知，敢讲？人来无去啊！建华的简讯，敢真正是传给伊的总经理？你要去，你硬要去，结果嘞，被人洗面，洗到面偷偷转来，佮替人传话，叫我去苦主去甲伊回信嘞，无可能啦！吴佳云，你是不是嫌我红衫被人抢去，啊无够浪费心？阿姨，我根本无安尼想，我嘛希望这件代志会当和平解决，莫搞到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复杂。讲到底。你就是顾人家的名声啦！你今仔这件代志会让人家无面子，啊我嘞，我的委屈要甲谁讨？我的后生让人抢去，就应该死好。这体贴的小三完全无甲我放在眼内，我敢死，我有啥物唔对？吴佳宇，你声声句句讲尊重我是你的大家，其实。你今仔是要表现给你阿爸看尔？阿姨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你连你家己拢无阿无保护啊，佫想要管我才来？结果无阿多管，佮要去我后脚。明珠，你唔免甲话讲啊遐尼歹听啦。佳云替你去见郑婷，完全是好意。毕竟郑婷嘛是因为你的行为受伤住院的啦。伊若是有甚物追求，伊会惹真侪麻烦咯。所以咧，即摆唔来叫我吞忍，佮叫我家己回心的，无可能啦。我家是正听，天公地道啦。伊若要追求我，做伊来啊！我无咧惊伊啦，我食骗无带你啦。我佫唔相信，伊有甚物正当的理由会甲我告去法院啦？会定吗？我无甲这个小三，无甲凄惨落赔，这口气我吞袂落啦。杀敌一万，自损三千啦。因为你一时的冲动，除了讨一口怨气，你得着啥？你的家庭，敢会因为你冲动的行为得着圆满？清凉的心，敢会因为安尼就倒转来？郑婷，若真正要甲代志闹大，伤着世界集团。爱出来收尾的人是志文，你嘛知影，志文即马还搁咧拍拼，要得到所有董事的认同。你认为伫迄个时阵，你这种失去控制的行为，敢有妥当？阿姨，我感觉阿妈讲的话有道理。歹势，我毋是调过耳头听的。是恁冤家真正伤大声，咦？所以你嘛认为我应该去甲郑婷回信嘞？当然不是，只叫伊知难而退。阿姨，我是学法律的，虽然无实际就过法庭处理案件，啊，不过伫咧学校的时阵，这种家庭纠纷，我嘛是演练攻防过足侪。所以我真知影要安怎给这种妨碍家庭、侵害配偶权的罪名成立。不如这件代志就交予我，让伊知影代志的轻重，劝伊莫以身试法。阿姨，你感觉呢？你要去替我高兴？是啊，郑婷是记者，伊的专长就是利用媒体来替伊出声，咱一定要趁伊出手进前。把伊个嘴封起来，啊！若无这件代志，若是传出去，真正会伤到世界集团。阿姨，我有自信，我会当利用我的法律知识来把伊个嘴塌起来。我陪你去。好，明仔载你陪我去。麻
嘛好啦，佳云，这件代志都和平出去面对。我相信伊知影分寸。明珠，咱林家捌经过遐尼侪风雨，我相信你有够智慧，会用去处理。你敢袂用？妈，即摆有莹莹甲我斗三工，我会甲伊讲道理啦。只要吼，伊莫受超过就好啊。佳云，你拄则讲你人无爽快，你先去休困。我先去楼顶。佳云，你人无爽快，敢卖我替你照顾小王子，安尼你会当加休困？唔免。志明到即摆阁无消息，无甲伊联络，拢袂烦恼。我尊重志明，伊讲需要恁静静，我就予伊空间。好啊，那恁阿姨代志，要麻烦你加费心。那恁明仔就麻烦你陪明珠走一撮。阿妈，你放心交予我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处理好势。你真是有把说服郑婷知难而退。阿姨，在我的心内早就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大家、家己的妈妈。你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伫郑婷这种人，你的委屈我会替你吞，我袂让你白白被人欺负的。哦，你莫紧张啦，我毋是要闹代志，我会超工调咱姚明珠，只是要给伊淡薄仔架势。啊，若无，迄个查某伊一点仔都毋知影，爱以夫为天，爱尊重你。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点到为止。只要伊知影以后爱尊重你，安尼就好啊。我知影你想听我，你袂当甲我生气哦。你也会记得这。别揭晓！别揭晓！别揭晓！你就是安尼使呢？又怪你穿着对无？小查某就是小查某，卡袂着就安尼起卡动手，无怪啊，青娘会对你反感。你讲啥？你、我是倒一句讲了唔对。你俩阵婚姻就是霸占一个查甫人的武器。我甲你无共款的所在。都是我从来唔捌想过要得到青莲的心，我予伊全部的自由，我了解、体谅伊，我知影要安怎甲伊相处，会予伊上舒适，这拢是你做袂到的啊！你安怎？对啊啦，当初是你迫害青莲，还佮有张慧心婚姻，你想对伊怎啊？是用你的美色？啊！是用领导的主管来帮助世界集团，才得到你林家二夫人的这个身份。哈哈！啊！我讲你真正有够悲哀的，像你这种身份的千金大小姐，你竟然会输给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小记者呢？那你到底是应该讲我厉害，还是你想过落差？啊！想袂通不要紧啊！等在厝里好好反省，莫伫遮下死下降。你是怎搞袂见笑嘞？手拿红伞，更加伫遮呛声。哼，我看哦，你是普通面包带袂惯性，要带 ICU 就对了啦。好，我就顺你的意啦。你敢过来？我马上去求救你。到时阵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知影你姚明珠有偌尼啊野蛮。死狗，唔那青龙未原谅你，你的后生嘛因为你，互董事会检讨，互社会大众放大检视。到时阵，你董事长这个位哦，一定会受到挑战。你失去红色就准拄煞，
刚刚连后生你都歹记啊！这回无我当威胁我啦。好啊，那呢，就看是你的拳头要紧，还是医护人员来速度较紧。我已经通知我的同事，只要我受到伤害，医护人员就马上通知伊。到时阵你伤害我的心，会马上报出去。你才等你看你的后生失去一切，我是提醒你，你的后生若失去一切，你嘛等你去让人家轰出去啊！你想啊？我想无重要，重要是今仔日我会使保护我的大家，修理你这个袂见小三。老伙算啥？你的行为把我大家的心伤到水沟沟，我今仔日就让你感受伊的痛苦。我看你搁要继续嚣摆无？我是法律的啦，我今仔日来这抓哦，本来是要跟你讲道理，啊，不过我通通发现你这个人的思想跟阮正常人是天差甲地。既然无共识，我就用你的方式。该讲道理。你敢把我卡试看卖？我保证给你后悔。我叫夏盈盈，你会当去查我的背景。等你知影我是谁了后，我看你敢跟我对抗无？啊，搁有，你若是搁再找我大家的麻烦，我绝对把你的嘴子扳掉，让你爱拢爱不出声。阿姨，咱来走。阿姨，阿嬷除了这间的桂花糕，佮爱食啥？这啦，卖着急。阿嬷吼是真相信缘分的人，你要做吼，阁爱做甲不着痕迹，安尼阿嬷吼才会甲你疼入心。阿姨，多谢你，是我应该甲你说多谢啦。拄只吼，看你甲迄颗正廷吼，顶甲叫唔敢啦，哼，是爱足爽快。我看伊哦，阁敢甲清凉哥哥甜无？是真正收操过啊啦。我只是做我一个事实应该做的，袂用予其他的人来去我人家的人。是啦，拢是人家的人。既然拢是人家的人吼，林刚应该找机会介绍恁爸甲我认识啊。你甲志明吼已经亲密煮食饭啊，我袂甲恁爸吼拍招呼。安尼我林家是爱做歹势呢。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介绍阮爸甲伊认识。莹莹，你是毋是有顾虑什么代志，所以才无介绍亲家甲阮认识啊？阿姨，你真正足明理的。志明即马无伫，我伫咧林家新婚，还是有人讲闲话。这时阵，阮爸出现，无啥适合。我希望一切刚等到志明回来。面对了后，这个讨论，安尼，阮爸嘛较袂烦恼。我相信哦，阮爸对林家一定足有帮助的。所以想要等到代志当圆满处理的时阵，才介绍阮爸甲阿姨认识。安尼好，你想了确实真周全啊！做林家的新妇，你真有办。阿姨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爱为林家加想一挂。莹莹，你敢知影是安怎阿姨才会照顾你？迄是因为我看到你，佮想到迄当阵我拄入来林家。我是无参像你遮尼好运呢，无人照顾我呢。阿姨，莫受感动。啊，佮有第二点啦，
我拄只吼看你修理正体，迄款快很准。我阁知影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唔那有义气，还阁真有智慧。无啦，是我真正吼看袂惯是伊嚣摆模样，所以哦才会冲崩。哎，无喏，迄唔是冲崩哦，迄叫伸张正义。还阁有最后一点，是你家世好。无参像迄个吴佳云呐，干那要发圣光，要收人的心，啊无啥物背景啊，对林家吼一点仔帮助都无。我是也毋知影，阿嬷到底佮意倒一点？阿姨，多谢你认同我，对我来讲，这真重要。非得吼，你啥物代志拢听我的就好啊。去啦，去请阿嬷吼，落来食桂花糕。好，我即马就去。阿妈，歹势，我甲你讲莹莹的代志，是因为我无确定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较好，煞颠倒给阿妈才会操烦着。正天气噗噗打电话给我，讲伊绝对袂放过阿姨还佮有莹莹。我惊代志愈闹愈大，阿姨会受到伤害，莹莹嘛会去受到伤害。你无做唔对。只是我想袂到，伊已经看起来安尼乖乖，心性哪会遮尔凶啊？伊即个行为会互恁家造成伤害，爸甲阿姨迈愈行愈远。伊应该是着急要伫恁家做表现，所以才会安尼。伊应该是一时的冲动，啊，毋过我嘛惊正廷会报复，安尼伊来伊往冤冤相报。到时恐惊会出大代志。你莫伫阿嬷面头穿甲遮圆弯啦，安尼唔好啦，爱想其他办法。你过来看张经理啊？嗯，嘿，你真是有够巧啊！我安尼无讲头，你就知尾啊。还阁有啊，你敢知讲我要找因头家进前是安怎？我活你遮来。哦，你一定是惊哦，张经理无想要见你，阁闭起来，所以你先来我遮看一下啥物状况。小姐，看你这查某囡仔哦，有够精的哈。一开始啊，我就有咧想安尼，想讲哦，要甲你安尼活来我公司上班。来，兄弟。多谢。多谢阿伯，你真尔看重我，不过真歹势呢，我今日后晡就甲你斗相共。安怎讲？总经理最近足无闲的，常常无闲到无看人影，像今仔日伊就无伫公司，所以你今仔日袂走一撮。无不要紧啦，准拄好啊。还是讲哦，林刚啊，伊若是有伫公司上班，若是安怎是哦，啊，你只好甲我联络一下就好啊，啊。我唔是要你做报马啊啦，我也未去为难你啦，只话哦，就当作无讲着啊。我知影，只是总经理最近真正足无闲的，嘛常常拢无入来公司。假使你有啥物代志，我通替你转达伊，你咪甲我客气呢。其实哦，也无什么代志啦。我安尼只是讲哦，对建龙这囡仔有较亏欠，所以哦，我才会讲定下才要看伊。主要目的我用找看你机会，通来弥补讲我对伊的亏欠嘛无。呀，无其他的啦啊。我总是哦，袂当讲咱阮两个爸仔囡一世人，敢不如像有人共款。哎呀，这家己的工作上哦，无什么关系啦。我今仔较高个呀，啊，真正是食老老顽顶啊！啊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其实讲起来，
我对你更加歹势，我爱甲你回一声实嘞。是安怎讲？你敢不会记得你进前，我打电话来公司要委托送货，啊，不过去予员工甲你拒绝，佮甲你挂电话。有啊，有这件代志啊。迄个无赖员工就是我啦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哦啊！你哦，是讲哦不低价无追啦，这代志哦早嘛放袂记啊。多谢阿伯，我是讲迄件代志了后，我嘛关心过总经理，问讲是安怎也对你用这款的态度，啊恁爸仔囝的感情是毋是无介好？我后生安怎讲？总经理安怎讲吼，一点仔就无重要，因为阿伯你对伊的关心，其实总经理伊拢有感受到。你哪会知？总经理这个人吼，虽然嘴无讲啊，啊，不过顶摆你来找伊了后啊，你一离开，伊就问我讲，敢有好话甲你交代，有停水互你啉无？其实伊就要经理的。真是是安尼啊，是讲哦，原来做这代志哦，这一定拢是你的功劳。恰无嘞，我根本就无做啥。哎，我知啦，我嘛相信讲哦，你当我好心的面头前哦，一定话替我讲真济好话。多谢你嘞哈。无啦，阿伯，你本来就是一个真好的人啊，哪有需要我替你加讲啥物好话？安尼，阿伯是毋是会当一个无理的要求？平常时我是毋会当拍一个电话给你。我还是要问讲，我看建龙啊，有伫公司咧上班无？那有，我要过来比较较方便啦。当然会用的。真是用的。真是的。哦，安尼哦，足甘心的哦。喂，总经理，有一位叫吴嘉文小姐打电话讲要来找你，你敢要接？吴嘉文，佮毋是正华的情妇？好，接过来。喂，总经理你好，我是李建华的太太。我知影你是伊的情妇，你有甚物代志找我？我想要和你见一面，敢当麻烦你来阮家一坐？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啊，我是想讲，顶一摆咱伫停车场气氛毋是介好，有一句话敢若讲无清楚，你心内应该还有真侪疑问才对。无毋对，我确实是有一寡疑问。那恁你敢无想要和我见面，把你心内问题问我清楚？好，你跟我讲领导的地址，我会过去。我记住了。我这个无用，你考虑要创啥？是安尼啊？戴姐，你到底要安怎？我伫银行等下处理一撮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你若是无出现，我保证你绝对会后悔。阿是爱甲嘉文讲好清楚，若无微信失去，若是真正出面处理。我可能就上头无一拗，啥物拢无啊！请入来。伊约我来领导是要创啥？
我想讲伫咧遮较方便讲话，这是想袂到你真正会来。看起来你对阿公婆的代志真正足关心的。你这句话啥物意思？你想要知影的问题，我今仔拢会讲予你知。正华留予你的这间厝，真正是足大个，你应该知足啊。我嘛无想要一个人住伫遮，这间厝是当初阮妈要结婚的时阵，我的大哥买落来送阮的。正华嘛甲我讲，因为我予伊决心要定落来，伊要我伫遐遮。牵翁嫁囝，阮两个嘛确实伫个遮有一段甜蜜、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你即摆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回答你的问题啊！你毋是最想要知影阮阿母的代志？我是问恁两个人是安怎会冤家？你是安怎会走来我的公司找人？因为即摆真罕咧转来遮，我阁常常找无伊的人。我住院，伊连查拢无查我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李倩华伊无尽着一个做翁婿的责任。恁两个人已经离婚啦，伊该乎你的拢已经乎你，敢讲伊尽的责任阁无够？在我看来，伊已经想过有情有义啊。这做人哦，爱有层次，唔通安尼食饱化枵，三工两头就要找人。我哪有无问题？不是离婚两个字就讲得清楚的。一个做太太，就要走去人事的公司才找有人。我嘛袂爱这款代志，我搁较唔是这款人。我问伊为虾米会变安尼，啊，不过我讨无一个答案，所以我唔才会怀疑伊是唔是有虾米代志伫咧欺骗我。伊哪有需要欺骗你？伊已经无需要对你坦白。我有叫李建华赶紧处理恁两个人的代志，莫阁予恁两个家内事去影响着公司。刚刚又无找你处理，我想要请教你，你想什么款的身份要求建华安尼做？是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其他的身份？这就是你今仔日找我来这的原因。你不是要回答我问题，你是想要为我这得到你要爱的答案。建华是不是有传简讯给你，约你去双城餐厅吃饭？这是我私人的代志，我无需要向你报告。因为那是建华传给我的讯息，突然好想你，我订了双城餐厅烛光晚餐。等你，你是不是意外？我要哪会知影？因为我有收到同款的讯息啊，是建华要传给我，传唔到。啊，若无，这么暧昧、这么甜蜜的简讯，要哪会传给总经理？无可能，恁两个人已经结束啊！你哪会知？伊安尼甲你讲。假设你若真正信任伊，你即马就袂徛伫遮。你莫阁想要偷我的话啊！你若是唔肯信任，你有收到迄封讯息？无想要信任嘛，无要紧啊。因为迄天暗时七点，我人就伫个双城餐厅的门口，目睭金金，看你坐伫内底咧等人。你咧等啥？我无需要让你知影我咧等啥。除了李建华，敢阁有别人？我无需要向你交代，你嘛莫阁想要骗我的话啊！我陈维新是无可能做任何人的备胎。总经理，你来伫遮？是伊约我来。你约阮总经理来要创啥？你是想要害我无头路是吗？你是今仔无头路，还是今仔代志别空？总经理，咱卖伫遐遮浪费时间，
我先送你回去。你一个总经理，敢是员工安尼话行就行？还是因为你是一个小三，所以只好偏要帮你点点做你走？我不是小三，我是李建华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，摸唔到。所以迄天我才会把你赶走，我无爱你搁待在我的公司。我爱建华，赶紧处理你两个人的代志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建华。原来你是因为外口有查某，才会对我这么无要无紧，怕什么离开我？讲话啊，李建华，你敢真唔敢担当哦？你莫伫个遮对我的查某人大细声，伊无别个查某，伊只有我一个。啊，那恁两个已经离婚，已经过去，已经结束啊！我咧问阮阿妹，你莫插嘴。我当然有理由安尼讲啦，因为我唔是一个秘伫个查某人背后的小三。啊，那你呢？你是一个让人放肆，搁继续高高低，袂计小的查某人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我来替伊，因为我看到李建华的灾情，我给伊机会，我替我，我给伊去见客户。让他去办公室开会，甚至他的债务，我也开票替他解决。讲公司借你钱，原来是安尼来的，无唔对。江宏杰找建华讨笑，我就用钱替伊的嘴，伊唔肯收，我就逼伊收来。我嘛是替伊形象。我连利息嘛还给伊，我摕一沓一沓的钱交给建华，用钱洗江宏杰的面。你敢知影建华安怎甲我讲？伊甲我讲，迄天是伊上快乐的日子。我给建华重新搁找到做查甫人的尊严，这就是伊甲我做伙的原因。伊伫咧我家，会当重新得到做查甫人的尊严，所以伊甲我做伙。伊会当用钱拍人，伊会当享受荣华富贵，伊会当为一个司机变做业务经理。伊爱啥，我就给伊啥。啊，不过伊甲你做伙，只会当吞忍、吃苦，面对还不完的债务。你一句话拢无要讲是无？建华都唔讲话啊！你阁好意思继续问我？你就唔惊写你的面子？我无想要阁伫个遮看你对我的查甫人大细声。建华，咱来走。建华，你真正要对伊走？你无打算要阁回来这间厝？维新拄则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是倒一句听不清楚？你敢有看到我摕锁仔把伊拔掉的？
我咧处理一某的代志，是安怎一点仔进展拢无？你声声句句甲我讲你会处理，叫我搁给你一点仔时间，结果咧，你害我今日给你的一某讲我是小三，你真正真会晓处理代志的吼？我之前就讲过，伊这个人真歹溜，也无讲道理。若无我这段婚姻，是安怎处理到这尼啊久？你先莫生气啦，莫去插迄种无水准的查某人。你就干那会晓伫我的面头前，一定袂你的情妇。处理代志安尼拖拖索索，你搁会晓做啥啊？我问你，恁两个人是真正离婚，还是假啊离婚啊？协议书你拢看过啊，我是真正离婚啊。安尼是安怎？伊今日叫我去遐，讲遐尼侪话，好在就是恁两个人还未完全分开，是你上卡大相准啊。我无，伊超过伊甲你设计的。我之前是毋是讲，咱做伙的代志先莫互别人知影，我就是惊伊来破坏咱的感情啊。阿达，你看，我讲了是无唔对。这是你应该克服的问题。今日我竟然和人讲我是第三者，你敢知我有偌尔受气？我自细汉到这么大汉，从来不受到这么大的侮辱。你敢知影，阮家上讨厌就是第三者，因为第三者害我的妈妈，大家嘛使陪陪。第三者害阮哥，无法度谅解阮爸，嘛是因为安尼，因爸阿结死后，阮爸才会想讲要甲厝内底的水啊，交予我来吃。拢是因为第三者，阮家才会彻底改变。所以今仔日我予人讲我是第三者，是你造成的伤害。你想要跟我结婚，你哪会敢予我这么大的伤害啊？你先较冷静的，伊是伫怨妒咱，唔才会超过伊讲遐话来伤害你。阿姐嘛，拄好，话拢讲予清楚有明白，我就无啥通好顾虑啊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袂甲伊有任何的交叉。你认为我搁会相信你的空水报纸是无？我甲你讲，伊若是将这代志闹去阮爸遐，唔管你对阮爸讲啥物好听话，阮爸敢会相信？你的代志我来处理。你要怎处理？我唔管你要安怎处理，不一定，我就是要看到切结书。伊爱伫个切结书顶面写讲，伊永远袂阁出现伫我面头前。看到切结书，我就相信。安怎？你唔讲话，是你无信心你做会到是？你既然做袂到，你是要安怎跟我结婚啊？我一定做会到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看你的面哦，遐尼啊嚣摆，我就知影讲哦，伊哦一定是志文哥的女朋友对无？迄莹莹哦是志明的救命温情人，阮林家哦正式的媳妇的。伊今仔要对不过别人哦，我袂要紧啊。啊，不过伊若是对不过三姐哦。你这么敢出来面对啦？别人老拜访，不应该这种态度。笑死人啊！这的话哦，等你去上厕所的时阵哦，你照镜对你家己讲啦。啊，迄个查某，敢知你有家庭，有某囝，所以你欺骗别人，安尼等于是伤害两个查某呢。去有心爱的人，反不会种伤害，不管佮看怎想要吞忍，嘛无得当作无发生过。迄个查某。伊根本就唔知影讲伊去爱着一个伊无应该爱的人，想说所有人拢要骂伊，伊唔是小三，伊只不过是一个伫咧唔对的时间去拄着对的人的受害者尔。你快看，拄只吼，迄是倒三个水啦。啊，唔过吼，我即马改用水道的水哦，来甲你冲清去啦，无需要感谢我啦。以后伫咧林家，你也甲我较有正直一点啊。你若是敢欺负三姐哦，我就会互你知影，我会厉害啦。佳慧。我请你帮手，请你伫顶面签字。你若签字，就代表你同意，咱袂阁见面。我会予你一笔钱，你都袂遮尔辛苦。你竟然
竟然想要用钱来解决。我知影我对你造成真大的伤害。你一旦若倒来，我就随在切结书签名，你敢讲？心肝胆有，无路通去，行袂出。是梦，是情。